青岛演出，哎，特别的开心，高兴啊！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哎，都是喜欢听相声的。对，尤其来说，今天呢，嗯，有一个小环节啊，什么环节呢？咱们这没有送礼物的环节。嗯，哎，您还挑礼了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个很好。嗯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人太多，哎，安全起见，是对吧？哎，啊，尤其来说，现在呢，您各位。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这话对，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好话。您上台到这儿给我们送个礼物，嗯，首先来说耽误您的时间，啊，没错，也有失您各位的身份，那当然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怎么着，我们不要脸，我们能下去拿。我救不了你了。容我说一句话，哎，你们人太多了，我怕我回不来了。好家伙，台子也高点儿，确实是，嗯，都是这样的。哎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是上台来干嘛来了？干嘛来了？给我孟哥腾点时间。哎，对啊，让他得休息休息。哎，对了，到这儿来，嗯，又说又跳啊，不容易。那这场换我们小哥俩，哎，换我们俩人了。再给您说这么一个小段，那当然了，相声大会嘛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挨着一场得比一场精彩啊，应该的。您要说觉得刚才说前几个节目，嗯，还不合您的口味哦，没关系，怎么着？这场我们哥俩上来了，哎，我们俩人，您放心啊，保证比他们次。啊，那咱俩就别上来了，来，咱俩得上来。什么叫比他们次啊？谁说的呀？你说的。那不能。您这什么模样？您这是？我没那么说。那您不说？我没说次。那您说的是？我说的是刺激。刺激，别往我这儿指，知道吗？那我这边不是没人吗？那也没您这么说。咱俩也不能下去。哎，咱俩必须得上来。哎，咱俩不上来，嗯，他们不去厕所。哎，您知道吗？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啊。嗯，没关系，嗯，很正常。哎，想上厕所的赶紧去。对了，我们哥俩就是个垫场。哎，给人家角儿陪好了，这是我们俩的任务。哎，就但是呢，嗯，上多台来也得做个自我介绍，也得说一说，让您各位熟悉一下。哎，先拿我来说，您说说，我叫关九海。谢谢。哎，谢谢您各位，啊，您真火 啊， 啊，这不是没有不火，一点都不火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在小剧场经常也说啊，介绍一个名字配不上您各位的掌声，哎，把您各位逗乐了再给我鼓掌。哎，对，关九海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是小演员啊，小丢丢。您这什么词儿啊？您这是？你没听过这个词吗？没听说过。形容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名气小到一定的极点了。哦，有那么一句成语。哦，这还是成语？哎，对了，四字成语啊。怎么说的？听准了啊！啊，丢丢丢！四字成语。你原来是发电报的吧？是不是好开心？哪有就好开心呢？小学生没有名气，啊，是都知道，比如关九海啊，嗯，包括我师哥孟鹤堂，嗯，啊，周九良，嗯，这都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给起的艺名。没错，拿我来说啊，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本名。您的本名是吴亦凡。谢谢，嗯，啊，前两天跟在北京开过演唱会啊，大碗宽面，哦，可以了，干什么？就您这模样，不要拦着我。您要是吴亦凡，怎么呢？我就是鹿晗。听见了吗？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。哎呦，这人呀，不要脸到了极限，也挺可耻的。那怎么了？你是谁呀？鹿晗。你是鹿晗呀？啊，你让各位看看我怎么了？鹿晗泡发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昨晚上给自己注水了。我昨晚上给你盖蓝戳来的。你盖蓝戳这样的卖得出去吗？这个甭说这那么讨厌呢。哎，我也不是吴亦凡，嗯，你也不是鹿晗，嗯，小小的一个介绍让您各位了解一下。别开玩笑，他这是挑理了。哎，上台也需要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哎，说说我。这是我的好朋友。对啊，他叫不嗯，我们俩在一起时间真的很长了，当然跟我孟哥也比不了啊，特别的开心，别老摸我。你干什么？两个人老摸来摸去的干嘛？过来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说怎么介绍我呢？
介绍您的名字呀。对，我们很开心呢。你们开心不行，你得说清楚了呀。哦，还得说清楚了呀。就是啊，赖我了。说相声年头长了，难免这个嘴皮子快。呀，慢一点说。嗯，这是我的搭档。对啊，他叫哎，清楚不清楚？就这么个清楚法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嗯，看你这个表情，貌似你是生气了。不用貌似，嗯，就是生气了。你这你生什么气呢？废话，谁介绍名字就这个呗？这个，我这是为了你好啊。这怎么为我好了？你初来乍到青岛，谁认识你呀？是不认识我呀？人家今天是捧着孟哥的听啊。啊，对呀，我这么介绍你是为了让大伙认识你。这怎么能认识我呢？你不信，咱们可以问问啊，各位。他叫什么？看看，3000多观众啊，这由内往外的喜欢你。你不觉得你应该自豪吗？这是由内往外的想把晚饭给我。明年你到这儿开专场。哎呦，我开专场，外面就该卖你的票了。呵，下面请您听相声啊。啊，观众得问有谁呀？没眼就吐了，您瞧瞧，多火呀！我都羡慕你。那以后我这名字就这样了呗？可以吗？以后主持人介绍咱们就这么说。哎呦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那以后就这样呗？怎么介绍啊？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。嗯，表演者关九海。我我们好开心啊。你们就气我是吧？气死你就完了。不知道我脾气不好吗？是不是没见过泼妇啊？信不信我死台上啊？我自杀了啊！我剖腹了！去！啊，干嘛呢您？怎么了？你剖腹啊？废话，你奔我来了，像话吗？这多好啊！没有您那个，不能这样吗？好好介绍，把我名字说清楚喽。你就是让大伙儿替你撑腰，没有这啊？大伙儿诚心挤兑我。哎，他这个名字其实也好。哎，为什么不介绍他呀？为什么？今天我从后场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。看出什么来？您各位就是谁介绍捧哏演员都玩命鼓掌。我就是，你理解这个套路啊。我舍去这个环节。别介呀，啊，开个玩笑。哎，他是肖字的。哎，我师弟叫张肖白。嗯，谢谢你看看，谢谢。您各位心疼心疼我，我这腰不好啊。你也知道累了，没有这么来的啊！大伙欢迎你，你再累也得忍着。哎，那是知道吗？卖力气，好好的演出。哎，今天您各位不是看我们，哎，捧着孟哥听。对啊，你像孟哥，包括周九良啊，我们这两位师哥，嗯啊，我们早就认识，之前都在一个队。哎，我们都在五队待过。这么多年，我孟哥风生水起，那是越来越好，太好了。在我的心目当中啊，我不客气的跟您说，怎么着？我孟哥在我心目当中啊，嗯，偶像，嘿，您瞧，榜样，哎呀，学习的楷模，应该的。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，嗯，我学到了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。他们俩就是反面典型，不是吗？怎么了？周九良不是吗？怎么是了？一呆，哎呀！谁这样捧哏？他说话跟吃了面条似的。啊，所以说都是这样。包括今天每一对的助演说的也都不错。哎，有这么多的好的演员，嗯，什么条件培养出来的呀？什么条件？都是您各位。哎，您各位培养我们，啊，让我们一天比一天好。哎，当然现在你必须得说好的啊。怎么呢？你要说比如说当然原来，嗯，几年以前我们可以站在台上说一些比如说
刺激一点的语言。哦，有多刺激？不能告诉你。那时候说完了以后，你看底下观众羞涩的表情什么样啊？一个个都是这样的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观众特别的不好意思。咱这凳子通了电了吧？这几年过去了啊，观众与时俱进，嚯，他会说一个更刺激的，看咱们羞涩的表情，哎，好家伙！但是没有办法，嗯，你还得努力的好好说，哎，你不好好说相声，嗯，回头给你闯网上去，离粉丝的生活远一些。我是想远一点啊，可是架不住艾特你呀、啊。前两天有个周九良模仿大赛，那甭问啊，您是第一名。第一名不第一名无所谓啊，三段视频啊，个个都有我呀。啊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您也是学的多了一点儿啊，因为我跟我梁哥关系特别好，哎，住的也近，是，所以关系好没关系，嗯，咱们好好努力，对，向人家学，没错，还年轻，哎，能力一般，嗯，水平倍儿棒，嗯，不敢跟您这大言不惭。等会儿，你这就够大言不惭的了。怎么呢？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对，那是你。那您呢？倍儿棒。没敲出来，也是有限。哎啊，毕竟拿我来说，您年龄也不小了。哎，作为一个90后的相声演员，真的是无所谓的事情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的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，就90后，给你个机会重新说，来，90后，好好说，90后的相声演员。我看您像，哎，你像1890后。1890年怎么了？那您就是光绪16年生人。我是1700年的。哦，康熙39年。1796年的，嘉庆元年。你是不是带手机上来？谁带手机？干嘛呢？怎么查的这么快呢？怎么？这玩意儿还用查呀？这个啊，都记在脑子里了。有吗？再说一个，你还不知道？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元素周期表知道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氢氦锂铍硼，碳氮氧氟氖，钠镁铝硅磷，硫氯氩钾钙，听过吗？竖着背都行。嗯，锂钠钾如铯仿，铍镁钙铯钡镭，硼铝价铟铊，氮磷砷铊铋，氧硫硒铊钋，氟氯溴碘埃，氦氖雅克氙氡，听过吗？懂吗？知道你为什么不懂吗？为什么？初三学的。我们单位逗哏演员的平均学历是初二，还是第一学期。不要气我，这个你不会，跟你说，圆周率你也不会啊？这个我会，来，3.1415926，这个我会。完了，哦，完了呀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也得背个40位吧？你能背吗？3.1415926535893239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，我问你一个小问题，您说，你这跟这段相声有什么关系？你甭管，反正你不会。
我是不会，我承认这个我输了，嗯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跟你研究的方向不一样。您研究什么方向？你平时也爱学习，你也爱看书，你也有业余爱好，都有。但是那是，这是你的业余爱好。哦，我跟你不一样。您，我这人啊，你看着这站在台上这个张牙舞爪的，有，其实我关秋海是一个很内向的人。哈，我不想戴耳塞说相声。真的，好吧，我信了，好吗？对，你说吧。真的，你看你平时你可能爱看书，看这个，嗯，我不是。您，我平时爱研究一些个业余的爱好。您什么爱好？游戏类的我都喜欢。还游戏类？当然了，嗯，你看，你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您说下象棋，这个象棋，嗯，你研究过吗？这我就光看化学了。你甭看那个，你不要认为是32个子儿。嗯啊，你不论大师还是小孩，俩人坐在一块堆儿啊，只要会马走日，象走田，能在一块堆儿玩，不是这样的啊？怎么着？我有深入的研究。您研究什么了？下象棋分两种，哪两种？有文棋，嗯，还有武棋，你研究过吗？没研究过，给你解释解释。您说说。先说这个文棋啊，文棋，什么叫做文棋？您说，上了岁数的人下的居多。哦，下起棋来是温文尔雅，特别的和气。哦，什么样？我举个例子说，您学学。好比两个老年人啊，都是70来岁，嗯，晚上吃完饭没什么事，碰上面了，嗯，两个人得较量一盘啊，嗯，这个老弟弟看见老哥哥就说话了，怎么说的？呀，老哥。先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了？咱们这是一个年代戏吧？这怎么有年代戏了呢？是不是时代背景设定在清朝？什么意思？这不就是俩老太监吗？吊猴崽子！你学的比我像。谁学这个了？我这说的是现代的事儿。现代事儿怎么说话这样？老年人嘛，啊，说话没有那么大的底气。说话多和气啊。不是啊，那您别学这么夸张。正常来说吧，要老哥哥，我向您讨教一盘啊。哎，别呀，老弟弟，您还是教我一盘吧。越听越不正经。说完了话，两个人把棋盘就码好了。哦，哎，还得互相谦让呢。哦，这还得谦让。谦让，老弟弟说了，要老哥哥，您先走吧。别呀，老弟弟你先走。嗯，老哥哥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先走。别，那个岁数小的背不住，走我头了去。嗯，哎啊，您这是哪个走啊？这不互相谦让吗？走那棋。一会儿俩人按照规矩来。什么规矩？红先黑后。早就应该这样。老弟弟这是红旗，那肯定是当仁不让。他先走，把旗拿起来。啊，得了，老哥哥，嗯，你要让我先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着？我是红旗。嗯嗯，你要让我先走啊，嗯，我就给您，嗯，知事了啊。哟，知事，知事，头一步啊，嗯，绝杀呀。这哪儿看出绝杀来了？老哥哥吓疯了。嗯，好家伙呀！哎呀，会玩啊！嗯，头一步就来必杀呀！哼，你要知事，嗯，好，那我就飞象了啊！这也不怎么样啊，这个。你要飞象，啊，那我就落势了啊！你落势，我可以落象呀！你烙香那我知识啊，你知识那我飞香啊，你飞。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赶紧下吧。怎么呢？一会儿耽误上朝了。老有这种刺激的语言。废话，您净说这个，俩人干嘛呢？我夸张一点。哎，但是形容是什么呀？嗯，两个人互相谦让啊，特别的和气。有没有？倒是看出和气了。这是文棋啊，这是文棋。有武棋啊。武棋呢？年轻人居多。是吗？后台我孟哥、哦、周九良两个人、嗯、两个人就典型的武棋啊。俩人下棋来这武棋，那必须的。什么样呢？我孟哥你看站台上 啊稳稳的、嗯、但是其实脾气不是很好。是吗？啊，指周九良来啊，周九良来啊、嗯、下一盘今儿灭你全家，信吗？凭什么呀？周九良都知道他是很稳的。嗯，跟谁说话啊？
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啊！哎呀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学的像一点，别学，对不对？来呀，下呀，来下呀！啊，拿起旗来，棋盘码好了。嗯，孟哥当仁不让，呵，大头炮！吓周九良一跳啊！孟鹤堂，你疯了？哪儿你就先当头炮啊？啊，你看不见呀？嗯，我是红旗，红先黑后啊！啊，我先下。啊，那就走吧。下的什么玩意儿？不尊重象棋。哎。看我的，哎，看周九良的，你得考虑一下再下。哎，拱卒跳马出车将死。我赢了。您这下的是跳棋吧？俩人一分钟啊，下了71盘。都不够马骑的时间啊！周九良36-35险胜孟鹤堂，这玩意儿谁赢就看谁先走，你就知道谁多鸡贼了吧？哎，嗯，这就是咱研究的。这您研究也不怎么样，文棋武棋之分啊。要说在下象棋方面，嗯，为什么我有这么深入的研究呢？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也是有师承的。哦，您还有老师，跟说相声是一样，有师承。哦，啊，是你的父亲。啊，我爸。哎，从小我们两个人一起长大。对，到现在为止老。啊，这个说清楚了 啊，是咱俩一起长大，是不是你跟我的父亲一起长大？你先别太高兴。谁高兴？就说呀，我咱们两个人一起长大。哎，他的父亲跟我的亲爹是一样的。哎，他父亲就好下象棋。对，但是在北京你打听一下，嗯，整个北京啊有个外号，嗯，棋魔。什么叫棋魔呢？那下棋都下魔怔了，这也不是好词儿啊。哎，不是，不成魔不成活呀。哦，对不对？嗯，从来没输过。嚯，但是因为下象棋也耽误很多事情。哦，嗯，长这么大，你说你父亲照顾你多还是你母亲照顾你多？啊，当然我母亲照顾我多。啊，对了，哎，老头因为下象棋耽误了很多事情。哎，顾此失彼嘛。因为这个事儿，老两口子也打架。哎，他妈指着他爸说了，嗯，你不许再下象棋了。哎，如果你要再下象棋，嗯，咱们两个人，嗯，离婚。这么严重，就这一句话说出来呀，戳他爸的心窝子了。你瞧，说什么不能拿离婚说事儿啊？这不能玩笑。他爸爸一听，什么？离婚？嗯，哎，我判了好多年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！这么大岁数，离婚像话吗？形容他害怕的心态呀。这是害怕吗？就说这个意思，不下了啊！当着你面，我再也不下了啊！对，哎。这事儿我还真赶上过。哦，我还真赶上过。你还怎么赶上过？有那么一天吗？啊，我上你们家找你去。啊，找我玩去。你没在家啊？就是他爸爸一人在家呢。老爷子一开门，我一看，哟啊！我说叔叔您好。啊，那个肖白没在家呀。这样，我给他发信息没有给我回。哦，这样您等他回来，让他给我回个信息就行。哎，啊，您先忙着，我先回了。嗯，叔叔再见。转身我就走，没毛病吧？嗯，他爸爸一把给我攥住了。嗯。别走，留下来。啊，陪我玩一盘象棋。我吓我一跳，你吓我一身冷汗。哎呀，我还是个孩子啊！嗨，别老说这。来一盘象棋吧。啊，我是您的干儿子是一样的。来吧，但是我玩不过您呐。这我是您教出来的。没关系，小子。怎么着？我让你俩子儿，嗯，让一车，让一马。陪我解解闷儿啊，这可以。你阿姨没在家哦，那咱知道情况呀，嗯，解闷儿吧，过过瘾。棋盘码好了啊，我跟你爸爸认认真真的下。哦，你猜就这一盘棋，嗯，我们爷儿俩下多长时间？下多长时间？4个小时。这么长时间？4个小时啊，各位啊，下到最后什么场面？您说说，你爸爸这边啊，剩一老将，嗯，剩一相；我这边，嗯，剩一老将，嗯，剩一士。这是怎么下出来的呢？我纳闷啊。啊，老爷子，嗯，不是不陪您玩啊。啊，没有过河子儿了。嗨，玩不了了，这怎么本办啊？和棋呀。没关系，年轻人懂什么呀？嗯，今天教你一个新下法。什么下法？哥伦比亚下法。哥伦比亚有象棋吗？什么方法？什么规矩呢？啊，是象过河当卒拱。老将出贡带拐弯，这还一套一套的，我都没听说过这种下法啊！他爸爸手是真快，怎么着？
抄起自己这个相来，嗯，相了我一下，动手了，我都没明白呀、啊。哎呦，你就阴我一招，不是我得还手吧？还手啊！我抄起我这个试来啊，试了你爸爸一回，应该的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你爸爸拿相，嗯，一相我啊，我就拿试，嗯，试你爸爸，应该。